啡的都可以弄发坏了。你这个底下都没有啊？哦，这个颜色都没出来，哈、嗯哦，所以这个底下你顺要顺便做，好像比较黑，要加一点黄的多一点，它就稍微有脏脏的颜色。刚才我水是弄在这里哦，哈、嗯哦，这个先看都无所谓，因为你们先刚看，虽然还没学到那里，到碰到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改，哈、哦。沾水起来一定要吸掉，不能一下子拿下去，太多水了。这样洗出来，洗到它的下面。哦，那我都是没有把水弄干，水每次弄的水太湿。哦，你这个是不是有涂很多遍？这个、啊。你是用黑做底是不是？啊，你是用黑做底吗？黑先做，先弄这个深浅的。嗯，这不是在里面，那是 Stephanie 教我的、嗯。这个是里面比较暗，哦、所以弄一点这个，这个角角这边也是。等于说它里面都是毛就是了。对对对，嗯、然后用我爱去这个用点。嗯。点完之后，我再边边再把它刷一遍毛巾。我不想做，对不对？问老师。这样哈，你的白色才会跳出来。啊，要更黑哦，要像这样黑。好好。哈，这样。这个边要这么黑，这个都要这么黑，才看、okay. 啊。这个边是像这样淡淡无所谓， okay. 洗出来自然这样都可以，哈、嗯。所以这个是王昭君、啊就是、是不是？像这个哈，我不晓得是什么。你这样洗好的时候，嗯、你的白色呢？我白色。我还有这个笔，很特别。哎呀，我的白色好像没带了。哦，不透明的。不透明的没带。这样就不能画。那衣服好漂亮哦，红的好漂亮。你要这样洗，已经有水的时候、嗯，你要点在这个地方。哦，假使这个是透明不透明的，不透明的，你就点在这个地方，它就会自然会阴、嗯，这个就会深，哈、嗯，啊，这个就会淡。像这个地方，你就点在这里，点在这里下面就深。哦，下面要。你就做一些暗 的, 的，一些暗的，留一些白的，留一些比较白的，那白的地方你就去点白，你就省了很多时间，好、哦，就这样做。那这个、嗯、这个地方呢？这个地方就要一条哦。哦，还有下面要深一点，这个一定要洗开，哈、嗯，你这个要白，这个地方也要弄白，要点一些白。Okay. 然后敲一点点，喷下来的。Okay. 嗯、如果我说这边想飘雪呢？飘雪你也要，你稍微要做底色哦。要有点底。嗯。要有点底。
要做底色，因为那个白的显不出来，显不出来。你要做一些好像粉蓝，淡淡的粉蓝，有颜色还是紫色还是什么，但是你不能一片，你做一半这边是亮。如果这边飘雪，你就这边，我想从这边上，我就这边上一些颜色。哦，你这边先弄点粉蓝的蓝色。粉蓝还是的，你就洗盘水去弄最好，有一点点颜色。然后用敲的。你用飘这一点一点啊，你看你用刷子。也可以，刷子会比较密。你看你要飘哪一种色啦？那个功效不一样。你牙刷弄出来粉细。